妈的，我玩这么久了，还是一直在下雨呢，交 game。你在这玩上下雨啊？我们下雨。使命下，我看看我几久了？还有，那里？飞燕哦，飞燕，对，两个还是三个？这样看到，这还本是跳是哪进一去个？哦。这屋子，你看那屋子，喂，很多人呢，4个应该最少有三个啊，恐凤。我哪个帮我屋去。子？我的 fuck，这间啊。最靠近我们的？哎，我忘记里面有的 life，在那？不是主角，也不是 Aki。在那？最 right hand side 的 helicopter 最 right hand side，我们在你下去的 right hand side 那间。哦，在里面啊？你可以 aim 着那窗口吗？我按过去，整个黑色 screen 的看不到，看不进去。我现在过来你那边，他们在里面啊。嗯，跳进去啊，它旁边有一个洞的嘛。之前你不是死在那山上面？跳进去啊，最少三个啊，最少三个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有4个还是5个这样。他们应该去那 mark room。哎，在上面。Skype 来的啊？没有，不是 Skype 来的，在上面就不是 Skype 了，Player 来的。Rooftop。嗯。Player 来的。杀掉一个。他知道有人在看字了。应该等他的 player 全部出来先。不用紧，给他一个人死是。这边也不够70米的，哎。可以停雨吗？你妈逼，太暗了啦！Rooftop 是不会有 scaffold 不是、啊？不会，肯定没有。只有 player 才会上去。我看来 moment 很像 scaff。不是，肯定是 player 的。你在哪里？在你下面。看不到我们，不要啊，不要看我，继续看看看着他们，他们不敢出来了，他们要看嘛上面的那个尸体啊，嗯，要好吧，给我们以为要跑去录的时候进去里面冲 cam。不要理他们，等他们给他们捡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还有第二个人，哎，上面 rooftop。是，我没有看不到 rooftop。等一下，等他什么呀？跑掉，放我 miss 掉，伤心，很 full gear 一下的。我看这他的后面，他应该不敢出来呀、啊。
窗口全部很暗，他们也不敢闭这个窗口了啦。你看在后面的门不是啊，那个洞。他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吗？后面，另外一边那边，这个对这个 building 的对面那边。我觉得你直接去看他后面那边更好，因为他走旁边的洞，一就是走过来这边我看到，不然就走去那边你看到。OK OK， 我走这，但是很危险啊你，因为他们太多人了。不用紧，太阳快点出来，你妈逼！我、哦、看到他了，看到他了，在第四楼窗口，最高那楼窗口。他刚才跑来 pick 一下。我好像看到一个 player， 这不懂是不是 player 哎、欸，好像不是，不是 player、欸。我在看这第四楼的窗口，我觉得我会死掉。谁死掉？我讲，我觉得我会死。你懂我在哪不是啊？懂，我懂。啊，我死掉了，你就可以来看我尸体了。应该不会啦。除非也有被变的人来杀你，他们是杀不到你的我在窗口是看不到他们的，他在我这个赛的窗口，第四楼，最高那楼。我知道我在看这第四楼，可是我看不到有一个人啊。悲哀的，穿着黑色衣服的那种短袖的。这时候有灯吗？是最好的。是啊。他们还在看着我们朋友踢。假设他们怕，应该不敢 pick。我在等他们走过而已，他们没有走过。那还走过？没有走过那个 building 啊。哦。